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这个《王者荣耀》这个大乔啊，大乔出来第二天了啊。不过最近好像用的人还是少了好多啊，反正不用抢，直接就用到大乔了。这局是由这个寻二邀请的啊，也不知道寻大到哪里去了，Top 寻二啊。他用的是橘右京，我就用大乔吧。对面也有人用大乔，对吧？这对面的大乔还出得意了，这么猖狂啊！这边还有诸葛亮、黄忠、宫本武藏啊，我方有典韦、李白、韩信，都是战士啊。对面有一个法师，有一个射手，那个阵容是比较平衡一点嘛。我们这是输出比较高啊，所以说带一个辅助。来，牵着橘右京直接拉着走，不用拉了，我直接走中路啊。感觉这个大乔好像走路特别快啊，比他们都快一点。他们这个可以调性能的啊，他中路碰上对方的诸葛亮啊。哎呦，这么准！什么鬼？刚才放了个三技能，让他沉默了一下，所以说他技能刚才就放不出来。要是他技能放出来，我可能就被他射到了。两个人操，这家伙想干嘛？以为有被动技能就无敌了啊？看看我大乔何许人也，对吧？直接锤死他啊！你过来干嘛？你说你过来就不会死。我去，为了救一个韩信，我死了。哎呦我这叫什么事？舍生取义对吧？这韩信是不是要感谢我一下？这种大仁大德，为了救他我牺牲，害我闪现都没来得及用，被韩信挑逗的啊！这把看来对面很强啊。我操！这边我们是一片一片的往外掉人送人头啊，这打下去不是没得打了？我操！一下子两个人冒出来，还好我有预先防御者啊，要不然刚才是怎么死都不知道，被人直接莫名的搞死了。丫丫的，你防住很牛是吧？啊，开个大吓死你！那个死黄忠不要脸，看我开个大召唤了半天，没人过来呀、啊？什么意思？就一个橘右京过来。哎，他们开大了，赶紧撤！哎呦，小吴，我记得没人出去。你过来干嘛，小大乔？干他，干他！他可能是卡了。这丫头居然敢在我们家猖狂！我走路，就要完蛋喽！我被人盯上了。
搭桥干嘛？对方好像是顺风啊，传我吧！哎呀，居然把他给传走了，我都不管我，干嘛不把我传走呢？我就郁闷了啊！为什么传的是橘右京不是我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我开个大，居然没有人响应啊！别打架。哎呀，居然踩到这玩意儿了！你个死黄忠，不要脸！回家回家！我现在还是默认出装，没去改装备啊。这里没什么埋伏的吧？哎呀，好危险啊！搞他，搞大桥呀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完了！橘右京找过来死了，这时候橘右京不应该过来，我把他害死了。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不该乱开大是吧？开个大把队友害死了，瞎放，这是我的瞎放。没办法，我死了，死快死了那一刻啊，紧张一下，到处乱放技能。哎呀，你又顶我是吧？你个大乔，我跟你没玩啊！有能耐别跑。韩信，小样的还追我啊！小心我揍你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没人响应我，哎呀，我这个助攻单呢？除了橘右京，有的时候会恢复过来一下，是吧？那典韦都没有飞过我的大招飞过来，太不信任我了。要一起过来把这个韩信解决掉多好啊！开着他的家，老巢。要不要这样子互相伤害啊？
哎呀，已经被搞死了。哎，这时候把典韦救过来了。敢上去。谁还敢打我？这个诸葛亮啊，真不要脸啊，真不要命啊！你想强制追杀我？哎呀，我去，认输了，这就认输了。塔也没拆多少嘛，直接就认输了。看来可能是对面有掉线的吧，或者怎么地啊？没有掉线的呀，怎么就认输了呢？这还打个锤子。